主料，韭菜300克，鸡蛋2个，辅料，盐，鸡精，油。制作时间10分钟内，食材准备，韭菜，鸡蛋，韭菜起净，切断，鸡蛋喝入碗中，加入盐打匀，锅热油，放入蛋液，炒至结块，剁成小块，待用，并起油锅，油热后，放入韭菜煸炒，放盐，快速煸炒后，放入炒好鸡蛋，翻炒均匀，炒至一会儿，最后撒入鸡精，翻匀出锅上桌。烹饪技巧：韭菜炒至时，火旺且时间短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